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集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建龙级潜舰在荷兰的 WF 造船厂建造的时候的影片缩影，在这过程中进行相关的讲解，并且对当年参与本案的工作人员表示敬意。那因为这个造船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影片当作是大家记忆中值得留念而且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传统的潜舰厂里面它的制造方式，这是卷板机，它目前正要卷出这个压力壳，它的结构，因为建龙级它是采用水滴型的舰体，所以其实它不是单纯的圆柱体。这是完成的船段，这一段是压力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圆形的部分一定是真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0年前这个造船厂它本身运作的方式，其实跟现在的海昌工厂里面的运作方式是非常的不同。在每一个船段的制造过程里面，其实造舰人员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辛劳，所以他会先在另外一个厂把相关的船段分别制造完，再移到组装厂进行组装。而且当年建龙级的这一笔订单对于造船厂来讲非常的重要。这一段是安放龙骨的仪式，所以当年同时出现了台湾跟荷兰还有造船厂三方的旗子。荷兰的国旗是出现在侧面，所以这是比较少见的场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其中舰首跟舰尾的船段，所以这个是压力壳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真圆的程度。这个影片目前是在 FB 上面，所以我会将连结原始的影片连结放在我们的影片说明栏给大家进行参考。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目前海昌工厂里面据说它的运作方式是更为现代化。我们可以从台船提供的缩影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建造的过程里面海昌工厂里面它的自动化程度是比较高的。这一段是舰尾段，可以看到十字形尾舵，这舰尾的十字形尾舵目前在吊挂。左边这个船段比较像是帆造那一段，这是柴油主机的测试。建龙级采用的柴油发电机是荷兰制造的 Wexpool， 所以它也不是德国的产品。这是电动马达在测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我们海军派出的人员也在现场进行相关的学习啦。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刚刚那边是帆造下方的焊接工作，这是两艘建龙级海龙跟海虎同时在建造的情形。这是舰尾的部分，可以看到那是大轴它的位置，那目前这是
才有主机要吊挂进去。这边是剑尾段，刚刚那十字形的尾舵。所以潜舰比较难制造的就是它每一个船段里面的设备，它都要先放到那个船段里面，然后船段才要做合拢。所以一边在制造船段，一边它的设备就要吊挂进去，而且都要水平的方式放进去，放到它应该要配重设计好的位置。这我们海军派出的相关人员在他们造船厂里面开会的情形，可能有很多长官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这一段开始是后续建造快完成的时候，他们开始进行模拟机相关的演练，在进行接舰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当时建龙级所配备的作战系统。当时这套作战系统是算非常先进的，因为它是征收攻击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的一套系统。那这是操舰，所以除了建造潜舰之外，它的模拟设备这些其实都是要一并建立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是帆罩，帆罩它本身也算一个船段，所以它会套上去这个人员的出入舱的位置。所以看到这船段正在合拢，那以当时的方式，当然跟现在就会差异非常的大。这看起来是鱼雷发射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建龙级的前方舰首的部分，它有六个鱼雷发射管。这电瓶的吊挂，因为它造船厂的设计，它的最后的组合厂这一段是可以泛水的，所以它可以先将电瓶吊挂进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们之前曾经提供过的，就是它是从人员舱这边吊挂进去。据了解，它在舱底的部分吊进去潜舰以后，里面有一个小型的滑轨，可以协助工作人员把电瓶啊放到应该要的位置上面。不过那电瓶真的非常的重。这边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舰首下方的环形声呐。可能会有朋友讲说，啊，为什么它可以全程这样摄影？因为这是三十几年前的影片啊，当时这个造船厂还在啊，现在这个造船厂已经不在了。而且这是造船厂的影片，并不是海军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组合厂里面，它现在开始泛水进来，所以它基本上建龙级的这两艘都已经大致建造完成了，才会开始进行泛水。所以它的入水方式也不一样，这一天也没有举行仪式啊，它是单纯的真的就是造好了，
所以它的命名仪式是另外的，而且可以看到车叶也还没有安装，所以这都要看造船厂它的整个厂区的设计啊，相关的规划。哦，这是命名典礼那一天的实况。这一艘是海龙军舰，那你要这样讲，它已经在水里了啊，对不对？哦，所以它的直屏就真的哦，一个瓶子砸过去，哈哈哦，这现在大家都是用缆绳啊，然后重力加速度，这样一定会破。那这时候开始做移桩的工作，所以他这时候是靠在港边继续进行移桩，所以也不是下水之后就可以立刻进行测试啊。而且这时候舰内还没有电，所以非常的热，可以想象现在高雄那边他的舰内也非常的热。刚才可以看到六个鱼雷发射管，所以像日本也是分两段，他下水之后还会再进屋，再到另外一边再去进行移桩的工作，所以这个每个造船厂它的流程啊都有一点不同，要看它的造船厂本身的硬体设计是怎么样。所以海龙跟海虎两个就不一样啊，一个在厂外，一个在厂内。像这一艘是海虎，就是第二艘，这是它的车叶哦，这非常少见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镰刀形状的五叶的车叶。这是海虎它在进行海试的影片，这也非常的难得。这可以看到海虎在浮航的过程非常的平稳。哦，所以其实看到它海试的影片啊，大家也是莫名的感动啊。哦，可以看到整个测试的过程里面，海军的接舰官兵啊都已经在舰上了。海龙海虎他们在海试的时候是直接到北海去进行测试，而且跟当时北约的海军有进行一些演练，所以有一些基本的训练在。那当时北约也派出了 P3C 反潜机，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超雷，所以它的超雷的运作在海试的时候一定有进行。可以看到这鱼雷送进鱼雷发射管，它也是用机器来装填的，所以也是已经蛮现代化的。所以这超雷基本上也是蛮精密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作战系统，它是一款将声纳跟作战系统整合在一起的整合式的作战系统，在当时也算是自动化程度非常高。这是超雷发射的情况，这可以看到荷兰的工程师在舰上准备午餐还是晚餐的情况。那因为我不是潜舰服役过的军官啦，所以他们相关的细节我恐怕也没有办法介绍的太仔细。这官兵的热铺就是就要去睡人家睡过的床。好了，那我们这一集简单替大家介绍到这里，让大家回顾一下舰龙级的采购对于台湾海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假如没有这两艘的话，我们现在可能还在操作二战的海狮海豹。感谢您的聆听，我们这一集就讨论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